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大有渊源》。这一集呢，想要跟大家讲关于一个非常有渊源的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们现在美国呢非常注重的一个主流新闻。这个新闻呢是主人叫 Jeffrey Epstein。Jeffrey Epstein， 或者是可以叫 Jeffrey Epstein， 这个人呢，听名字 Epstein 的话呢，就知道了，也很多什么 Epstein 啊、Wilstein 啊，这一些呢，都应该就是犹太人啊，或者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这个 last name。那他呢是在2019年呢，就在这个牢狱之中呢，就死亡了啊，去世。那他的这个死因呢，说呢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没有怀疑的一个死因，但是呢有后面外界呢就有很多的怀疑，觉得呢他应该是被杀的。那为什么他被杀呢？因为他曾经呢也是这个 federal agent， 就是联邦政府的其中一个就是工作的人员。那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联邦政府的人员呢？那这个就不知道了，无从蹊跷。但是呢他曾经在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罪案呢，现在还在调查当中的一个罪案，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儿童色情的一个sex trafficking， 就是说我们叫这个卖淫活动。那这个卖淫活动呢也说关系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有前任总统，也有很多的这一些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的官员在里边。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呢想要把这些故事呢就把它给连在一起，我们可以尽量的去讲一讲。Some of my worst memories are from this place. Met Jeffrey, I just completely quit. 故事里边呢有两位，我现在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些资料，就两位曾经他们诉说他们自己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被 Epstein 带到他的这个住所里边，然后呢进行强奸进行这个儿童色情。当时候他们当年呢，一位是16岁，一位是13岁。那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背景不是太好的环境底下呢，被 Epstein 发现到这两位年轻的女孩子，然后呢就引诱他们用一些金钱啊，或者是用一些利诱的一些方式来带到他们去他的住所里边进行了这一种就是性行为。然后不止一次的情形底下呢，也把 Epstein 的一些朋友呢带到这个场所里边，然后就把这两位年轻的女孩子呢，这是其中两位然后就把他们呢就是多次的进行了这种性行为。然后直到了一段时间过去了之后，他们还变本加厉，把一些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客户客人带到他们的住所。Epstein 呢，他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人，他在美国呢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岛，然后也有一些很多的物业。他的这个网络里边呢，有很多都是政府里边的高官，里边的商人、商家。现在关系到的这个案件里边呢，有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Bill Clinton 就是前任总统，然后 Donald Trump 也是前任总统。还有奥巴马也是我们的前任总统，然后再加上呢有很多的商人，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微软的老板 Microsoft 的老板，就是这个 Bill Gates 他曾经呢去到 Epstein 的这个岛上面28次，这么多。那在最近的这个法庭的这个诉讼里边呢，他做工他就说他承认去过，但是呢他已经忘记了他为什么要上去这个岛然后也有很多的证据的，就是说他们曾经一起在飞机上面用餐，也有在小岛上面呢一起聚会。那有很多的指证证供呢都已经说明了，但是有很多非常有力的证据的证供的一些人呢，他们是躲起来
不敢呢，就是站出来去讲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他们也会害怕到，就是说到这个生命的危险。这些资料呢，通通都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官网上面，或者是一些以公开的一些讯息上面呢，都可以找得到的。早在我的节目里边，2018、2020年的时候呢，我也曾经讲过关于他的一些案件，关于一些这种丑闻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当时候很多的网络平台呢，把我的这些讯息呢也就封锁掉。所以呢，直到现在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在封锁的时候了。情形底下了，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完全公开把这件事情呢，我不是要为了证实我当初是对的，而我呢，只不过想要把事实呢讲出来，把这件事情呢，让更多的人呢可以听一听，了解一下。Basically, it took 11 years litigating back and forth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them to, you know, finally declare that yes, my rights were violated and the government was wrong.很多年前，就是在他判罪的时候呢，也已经在2015年，为什么不能够给他入狱呢？为什么不给他判好一点，就判刑，然后终身，然后判完了之后呢，把这些有关的人等呢，就是全部给抓起来呢？那可能有的人就不明白、不了解，就美国的司法制度，很多的情形底下，如果你是有很大量的金钱，有很好的律师团，甚至乎呢，你有整个军队一样的律师团来帮助你，做你的后背，做你的后盾，你要去，只是想要尝试去拿正功，这我们叫一个叫 deposition 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要召见你，希望你能够在这一个案件上面呢提供出你的证据出来，我问你的问题，麻烦你回答。那这一个举动呢，都可能受到很多的干扰，因为他的律师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迟了几年的时间，把这些证供啊打掉啊，然后呢让你没有办法可以去拿到这个证供。所以呢，这个司法制度里边很多的时候呢，对于有钱人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的他们知道的法律都没有办法就是行使在一些特别超级有钱的人身上。有个好消息同大家宣布一下，我哋喺湾区嘅石物厅区呢度呢有一个好靓嘅酒楼，呢间酒楼呢个名叫做幸运楼，我哋一定要去嗰度尝试一下，因为点解呢？交通非常方便，佢后面呢有一个好大嘅 parking， 可以免费俾你停车，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呢度去睇一睇啊，试一试佢嘅点心，系88号 East 4th Avenue San Mateo。Epstein 呢，他曾经犯了这个6次的这个罪，那这些罪呢，都可以连带把他身边的一些有利的，就是上面的人呢，就是可以拉下来。但是到最后呢，他被惩罚的，就是说他要赔偿这一些女孩子、这些人受害者的一些金钱上面的损失，然后这些反而出来指认他的，受到了长期的这些压抑。受到长期的这个舆论的这些攻击，所以这些人反而呢，我们说这个 Epstein 犯罪的，他可能只是 slap on the wrist， 就是被打一下手，但是这些真正受害者呢，他们是 slap on the face， 就是说他们被打脸，真的打脸。那这个案件出来了之后，整个世界呢都轰动了，因为影响到的不单单是我们现在认识的，有些可能不认识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英国的皇室里边也有就是参与到这些罪案里边。Elon tells me in the car that I have to do what I do for Jeffrey for Prince Andrew, and that's when I learned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To be sexually abused by a man and have the government know, and then actually, you know,
co-conspire with the perpetrator to make sure nothing happens with to him is just so, it just sounds unreal. Jeffrey Epstein 跟 Glenn Maxwell 把17岁的 Virginia 带到伦敦进行了这个性犯罪，然后把他呢就当成一个货件货物一样带到那边，就是跟英国的那边高权贵的一些人甚至有钱的人进行这种性的犯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候根据 Virginia 他的口供，意思就是说他呢被带成一个货物一样去到不同的一些非常顶尖的人物身边，然后跟他们认识，利用好像一个钓鱼的一种手法去到这些有钱人的身边，然后就用这个色情来利诱他们，把他们呢骗到这个床上面之后呢，就可以作为了这一种就是 blackmail， 就是可以后面呢控制他们恐吓他们的一个手段。所以很多的一些官员在非常高端的一些高级的一些官员里边都已经曾经跟 Epstein 呢就是有过这一种的关系，那用这一种关系呢来捆绑住他们，直到后面呢 Epstein 呢变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核心的一些人物，那又在他们当中呢继续提供这种服务给这些人。 This is Palm Beach, this is California, this is Paris, this is London, this is wherever Epstein was touching down.He needed to have girls on constant.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happen. I honestly thought he was just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away with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just like he proved so many times. It was like Christmas in July. 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这些女孩子当时候为什么不会反抗呢？当时候这些女孩子为什么是自愿性的这样去跟着他们？很多时候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很多的思想。而大部分的这些小孩呢都是在当时候他们的这些区里边的一些最差的环境里边，比如说住在一个叫 mobile home 的这些环境里边呢找到他们当时候才14、15岁、15、16岁的这些年轻小女孩，还没有入过这个见过这个世面，还没有真正的到达这个社会，那然后就碰到 Epstein 这样的一个人物，每一次可以给他几百块让他呢就是过来只是做一个单纯30分钟、45分钟的一个按摩。那小孩子呢他们可能就不懂，觉得说哦，大人需要就是帮他做一点点这种服务，那没有带有什么色情呢，没有带有什么东西，纯粹呢只不过是把这一个他们的这个手艺就带过去，所以呢就跟他们做一种良好的一种买卖，慢慢呢就演变成为这种性关系性买卖。之后呢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太多，但是心里边呢他们觉得他们的口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说当时候呢是非常恶心的，这件事情呢就不能够再隐瞒了，要必须要公开它。所以很多的当时候他们在发生的时候呢，他们真正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知道说当时候呢我是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也没有身边有一些人呢能够可以开导他们帮助他们。Jeffrey laughed about it. He laughed.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To his bedroom, around his bed, to almost a very little hall, and then it was another door. And that's where everything would happen. It was in his bathroom. He would have a dresser, and it was filled with the first drawer was lotion, and then the third drawer down was sex toys. So we would take the massage table out and set it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And then he came in with his white towel on around him. And then he just laid down in his towel on his stomach, and he was just talking to people on the phone. When he flipped over, that's when he said, okay, you can go ahead and take off your shirt and pants, but you can stay in your underwear. He would want us to stand next to him, and he would masturbate while he stared at us, touched us.To pull his nipples and to play with them in between his fingers, and also while I was playing with his nipples, he kept doing that stuff to me. But he was very aggressive, when he would do it. And then he tried to put his finger in my underwear, and I jumped back, and I pulled back, and I was like, whoa. And he's like, no, it's okay, I'm sorry, I won't do that.
And then he went back to doing that. He's like, just on the outside. And I'm like, oh my God. It ended with sexual abuse and intercourse. And then a pat on the back. You've done a really good job. Like, you know,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here's $200. You know, before you know it, I'm being lent out to politicians and to academics and to people that you, royalty and people that you just, you would never think, like, how did you get into that position of power in the first place if you're this disgusting, evil, decrepit person? 到2019年呢 ，Jeffrey Epstein 他被判刑了之后，然后他死在狱中，他的女朋友 Glenn Maxwell 也在这一段时也是被判了20年的重刑，在监狱里边呢，也一点一点的就是透露了当时候他的这些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呢，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是被美国政府 Washington DC 最高的那边封锁了，封锁的原因不知道，封锁就是让很多的后面不能够再追查下去，很多的东西呢都已经是封锁住，他的证据直到今年2023年今天今时今日12月多差不多1月份啊，2024年才真正的把它公开，公开了让把这一些曾经有一些跟他有关联的人都全部抽出来的。Clinton 就是我们曾经的过去这一位总统，这个总统呢，他也在他在任的时候哈、啊，也发生过就是他的一个丑闻。这个丑闻呢，就是跟莱文斯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Lewinsky， 莱文斯基呢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就是啊、他们的行为哈、啊。I'm going to say this again.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Miss Lewinsky, I never told anybody to lie, not a single time, never. These allegations are false, and I need to go back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nk you. Over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dramatic late-night speeches from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tragedies and national triumphs, but nothing like the speech that we're about to hear from there tonight. Indeed, I did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Miss Lewinsky that was not appropriate.In fact, it was wrong. It constituted a critical lapse in judgment and a personal failure on my part for which I am solely and completely responsible. I misled people, including even my wife. I deeply regret that. That's where the 90s took u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to testify under oath aboutA woman in the Oval Office. This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in the time of John F. Kennedy. But the 90s weren't the 60s. President Clinton's mea culpa sparked a lot of reaction from people who watched his speech from New York. I still like him as the president. To and, California. He should have laid more of his cards on the table. There was skepticism in Houston. What else is he lied about?And cynicism in Minneapolis. If Hillary don't mind, then it shouldn't be anyone else's business.在白宫里面，当时候呢，莱文斯基他自己告发的，他自己跟传媒讲，他说有，我有跟这位总统就是在白宫里边进行过就是 oral sex， 就是这个口交的行为，但是呢没有进行这个真正的性交intercourse。那
把这个证据都讲出来，他自己个人去讲出来的。当时候 Bill Clinton 他是不承认的，到后面呢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之后，把这些证据都拿出来了之后呢， Bill Clinton 才真正的自己去承认这克林顿总统呢，他说我跟莱文斯基是曾经有过不妥当的这一个行为在那边，然后呢他自己承认了这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就要 impeach， 就要把这个总统呢就希望他不要再做总统了。那时候已经是第七年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但是时间不够，因为你要做一个 impeachment， 去把这个总统就是拉下来的话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要时间啊，在美国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这几年非常关注的 Bill Gates， 这比尔盖茨啊 Bill Gates 是我们都熟悉的，我们用的 Microsoft， 我们用的电脑啊，各种各样都是Bill Gates 他所就是创造的。那 Bill Gates 呢在美国来讲 Number One 呢已经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富可敌国。而且呢在这几年里面呢他进行大力推动了就是我们现在为我们熟知的这个叫疫苗。这个疫苗呢他希望改变人类后面的这个生活状态，改变人类后面对这个世界的需求。那所以呢Pfizer 也是他大力去推动的，也有他的大力的这个股份啊，他的力量在里边所去操纵所去推动，抱着一个很中肯的一个观点去观察他，去不要说去迷信他，也不要说去迷失的这样去排挤他，要很开放的这样去看一个人他得到这个疫苗之后，或者是一个人他没有得到这个疫苗之后，他后面所影响啊，对他的生活啊，对他的身体啊，情形啊，对啊，各种各样。那我们可以在这几年里边可以看得到，比尔盖茨呢，他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力量呢都投放在生物化学，就是以后他觉得后世的人呢在后面呢都会要依靠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就很大力的这样去投放这个思想啊精神在这一个方面，然后希望能够呢就是操纵这个方面。我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呢，就算如果以金钱来论或者是以权力以各种各样来评论呢，他也只有一个女儿，他也离婚了，到底他是为了什么，是不是真的想要造就这个更好的人世间给后代的人，还是他还要保持着把这个权力操纵在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族里边呢？这个就无人可以真正了解到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一个疫苗对我们人世间呢的影响呢是非常深远还有巨大，所以呢我们也不去评论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只是说呢这些对我们人世间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影响非常深远的这一些人里边呢都有不为人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边，略为不好略为肮脏，到底是他们也被利用被这些类似Epstein 这样的坏人所操纵住在后面，还是他们自己也是狼狈为奸，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对吧？有一位呢非常让我惊讶的，就是跟我一样啊，我们主流媒体里边呢做一个 late night talk show， Jimmy Kimmel，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呢都应该认识他了，因为晚上打开这个电视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对着镜头呢来讲很多笑话啊，或者是评论啊时事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那原来呢就是在这一次的 Unseal Record， 就是把这一个当初2015年他的这个法庭里边把所有的这些资料的重要的有关人等的这些资料 Seal 作为一个就是封锁的一个文档，那直到2024年今年呢才把它可以成功的就是 Unseal 把它全部打开了，档案打开了之后呢发现原来呢有接触到的这些人跟他身边的有超过150人，这些呢都是美国里边的一些上流社会的一些有钱人名流啊绅士，甚至呢一些高官。那希望呢我们在下一集呢继续能够跟大家
在追踪。有个好消息同大家宣布一下，我哋喺湾区嘅石墨厅区呢度咧有一个好靓嘅酒楼，呢间酒楼咧个名叫做亨运楼，我哋一定要去嗰度尝试一下，因为点解呢？交通非常方便，佢后边咧有一个好大嘅 parking， 可以免费俾你停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去呢度去睇一睇啊，试一试佢嘅点心，系88号 East 4th Avenue 石墨厅。